在台南目前是无本土天狗日的病例出现，不过在附近的这个高雄甲屏东的境内哦，这确诊的个案算是不断的增加。加上这个东南亚的疫情严重，所以防治天狗日变成非常重要的目标。市政府也特别到因空区的南湾里来进行宣导，而且嘛来了解这个社区环境，呼吁大家都爱落实的这个寻道清刷，来杜绝这个蚊虫的出现。为了要加强天狗日防治甲杜绝蚊虫的措施，市政府特是来到因空南湾里进行宣导活动，现场阁有立委陈定辉、林俊贤、市员林彦昭、林冠伟、朱正轩、黄兆辉、杨忠信等人也到场参加，并且呼吁大家展开行动，落实寻道清刷杜绝蚊虫措施。维护执行率，知青总动员。在天狗日宣导活动当中，市长委特也来到户外查看社区环境，甲厝顶天狗、水狗是毋是有积水来产生蚊虫，并且表示，虽然台湾市目前无天狗日疫情，但是临近的高雄、屏东近来确诊个案却不断增加，佮加上东南亚疫情严重，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。因为台湾境外的东南亚，包括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等等的地方，国人常去旅游的地方，事实上，这个登革热疫情都相对的严重，因为在气候来讲，剩一年并没有结束。那南美洲的巴西虽然国人比较少去，但是巴西的疫情前三个月已经突破100万例，那病例多到巴西政府就已经放弃统计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其实今年千万不可以小看这个疫情。所以说，境外已经开始在大烧特烧了。那境内特别需要严加戒备，尤其去年台南有登革热疫情，也耗费了很多人力、物力跟财力，因此呢，我们特别今年要戒慎恐惧，提早因应。根据市委的成绩统计，今年到四月底为止，针对街道巷弄、空地啊、菜园啊、天狗、地下室、厝后水沟、防火巷、临近公园、甲庙宇等等，总共巡检53671处，共染病媒蚊调查4342处，清理32378积水容器，因此需要市民配合。在落雨以后，落实巡视周边环境，才会当杜绝天狗咧，守护家园的安全。记者肖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